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看《旗鼓宣扬》，我是顾的投顾张嘉轩。那么每天的11点，由我嘉轩带你看这盘势的发展哦。好，来看这样，下杀了嘛？哦，我认为是好事。你看这个量是 OK 的哦，958亿哦。投资你看，今天有一只股票在动了，这个叫做联发科。它今天的量有出来哦，那我们过去说有两档指标，你一定要留意。第一个叫台积电嘛，对不对？它算是攻击的指标嘛。然后你看哦，它目前月线跟季线都站上了嘛，所以你说加权指数，当然今天月线当然摸到之后又往下嘛，对不对？可是台积电已经越过了哦，那这个量它不再是量价背离哦，它是有量的哦，所以我说今天的下杀是 OK 的。那当然极短线你不能够怎样过于去做追价的动作，我的意思说早盘在拉的时候你不能去追。其实我们今天有短空一趟啦，大概在8490哦，那至少这个短线的下压，我们短线是看得正确。但是我想我们在节目中我们一定跟大家讲说中线的趋势跟短线震荡的方向，那到底这个短线它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好，我们先从上礼拜开始，因为最近的洗刷很严重哦。你看这是上礼拜五嘛，然后呢这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创新高，然后还这样子往下，几乎要破底之后又长红之后，哇，今天又大概涨势稍微有一点钝化。那这个行情要怎么看？投票你看哦，这个是在礼拜五，上个礼拜五在开高走低收最低的时候，我们观察到的现象，第一个叫量能萎缩嘛，对不对？你看哦，没量嘛，652亿，可是今天不一样哦。好，那摩台转弱，盘势有可能要回撤，所以我们有降低持股，以待更加出手时机。这个是在上个礼拜五。好，那这个现象是怎么嘛？这个东西嘛，远月摩台是不是转弱？在上礼拜五嘛，对不对？我们发现这个现象嘛。那发现这个现象，那当然你就不能够在上礼拜五做多嘛，你至少可以避开什么这一根嘛，然后呢又避开怎样跳空嘛，干不起来呢。好，这个东西摩台是不是转弱？有哦，除了远月摩台转弱，然后摩台的逆价差 0.7 比台指的逆价差5点还要弱，这个我们盘中已经看出来了。好，这是这个在上个礼拜五。好，那你来看哦，11月30号礼拜一，摩台与台指价差接近，短线指标背离，8220买进。可是我们不是做多在这边哦，我们是下来做多。哦，做多，当然后来有停利。好，那这个现象是怎样？这个嘛，摩台正价差 0.05 嘛，台指逆价差20嘛，那跟上个礼拜五是不是不一样？这个东西嘛，是不是不一样？这个弱嘛，摩台弱嘛，啊，这个呢，摩台强嘛，啊，所以上礼拜五能不能做多？不行嘛，啊，礼拜一可不可以做多？可以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讲说，外资尾盘卖，这个在礼拜一卖了191亿，是谁接走？最后一盘400亿哦，绝对不太可能全部都是国安基金，一定是有大户去琢磨。那这个大户琢磨，让最后一盘5分钟往上拉了
300点，哎、欸，更正30点。那这个力道是不是比外资在卖了191亿的那个卖的力道还要大？所以啊，我说这个一定震荡过后往上嘛，对不对？那果不其然嘛，昨天大涨嘛，对不对？昨天大涨。好，那重点来喽，这是昨天的嘛？昨天长红上来，当然第一个，这个是月线嘛，对不对？月线嘛，那这是我们昨天看到的现象。第一个，台指逆价差7点，摩台逆价差0.18大点。投票你看了，又跟昨天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摩台正价差嘛，对不对？这在礼拜一嘛，台指逆价差嘛，这个强于这个嘛，所以后面 是往上看，对嘛？然后你看哦，这是昨天的，哎，是不是接近？是不是接近？摩台稍微还比台指强一点，可是它领先的幅度没有那么大，没有像昨天有没有？它几乎是这个领先它20几点嘛，对不对？一个正价差，一个逆价差。那当然昨天大涨嘛，可是昨天大涨之后，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就是两个在接近，所以今天早盘我们的认定它就是一个区间整理盘，意思是说在拉抬的同时，你绝对不能去追。你去追吗？没有嘛，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假设你可以跟我们同步，从上个礼拜五到现在，我想我们对于行情的掌握几乎是好、哦、了若指掌。你做多也应该要在做多在该有的点位，你不可能早盘拉抬去做多嘛，干不起来呢。那现在杀下来，我认为是好事情哦。你只要不要过分去追高，为什么我说是好镜子？金刚丹嘛，这是涨嘛？他现在摆明了月线在上面没有办法攻嘛，对不对？那之前诟病的是成交量没有办法放出来嘛，所以他又回撤打第二只脚嘛，敢不起来呢？那你看哦，今天其实是有量的哦。好，那重点来了哦，月线在上面嘛。昨天扣这边，今天还是扣高嘛，所以你一时之间要越过是有点难度。好，今天礼拜三嘛，礼拜四、礼拜五、礼拜一、礼拜二，下礼拜二扣低，开始扣低。那也就是说，这个月线到下礼拜，它会开始怎样？这个下压的地道不会那么陡，它会开始走平。所以，如果在未来它没有办法持续扩量啊，那它会先再来一次在这边整理，因为这个均线已经纠结了嘛，这四条线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你看到这四条线非常非常接近，只有怎样，月线是往下的嘛，所以现在还差这个嘛。可是这四条线纠结，那当然只要怎样，一根中长红。它是不是整条四条都有可能这样往上？那这个时间会出现在什么时候？久一点就是等到下礼拜二嘛，对不对？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一、礼拜二，下礼拜二月线扣底是最好攻的时候。那现在先压缩嘛，对不对？继续压缩嘛。好，那。我知道你会问啊，张老师啊，不会再往下吗？不会再带不是中长黑往下吗？还是你认为真的是会中长红往上？我认为往下的几率比较低，比较低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已经爆量了嘛，爆量一定有人接走嘛，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量，特别你要去看哦，这个量是。7203以来的次大量哦，啊，外资卖不下去，那这个一定是非常有利的人士把它接走，他在酝酿一个行情嘛。那酝酿行情，你看哦，酝酿一个行情，他要不要先吃货？一定要嘛。那有可能他这边吃货吃的不够嘛，所以在这边还要
震荡整理嘛，你听好我的意思。那目前来看的话，投票你看哦，其实国际股市还好哎。你看那个 Nasdaq 指数哦，它几乎已经快要过高了。你看5231 5156，不到2%，它要过今年的高点哦。所以这个行情，我认为没有想象中的一个悲观，那就是看什么样的时机去找最佳的出手位置。或许那个出手最好的位置，第一个时间点已经错过了，可能是在这个礼拜一。可是你要去找下一个机会，那下一个机会，我认为啦，来看一下哦，这期货小时线，好，这边破了之后往上嘛。那现在这边有一个大量嘛，对不对？这边有一个大量嘛，这是小时线的大量区。你没有带量突破，你看这边高点8534嘛，这边大致上就是8500点到8400点这个大量区嘛，所以它一定会在这边洗刷嘛。那如果它有来这个位置，假设啦，到下礼拜二之前，这边是一个短颈线，之前破了破底方往上嘛。那当然，这个不要再去跌破，这边就有可能是一个最佳的位置。哦、那当然，这个时间点可能会落在，到下礼拜二之前。好、哦，下礼拜二之前。好、哦，那你来看嘛，现在的一个状况是什么？逆价差嘛，对不对？逆价差20点左右，这是台指嘛。然后你看哦，摩台311.44嘛，摩台的逆价它大概只有0.5，所以基本上在昨天这个价差接近之后，今天当然上攻无量嘛，因为我们在礼拜一看到的现象是摩台远远领先于台指嘛，所以昨天大涨嘛。可是昨天临尾盘的时候两个接近嘛，所以今天有一点上攻无量。可是今天刚才下杀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发现说摩台还是略微领先台指，那就是看它是不是在未来这几天依然保持这种强势的一个态势，好不好？我认为是这样子啦。邪恶的第五波还是有机会，啊，现在就第四波底下经历嘛，你爱好一时间嘛，你听我的意思，8217是之前的低点嘛，昨天的低点，更正，礼拜一的低点多少？8239嘛，这嘛没破嘛，啊，更遑论8174也没来摸啊。那8174没来摸，那波浪再数就是1234133433435，这边是第四嘛，有没有这个？好，不要，看会验证没？我是看往上啦，好不好？那三秒的时间到，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分享。我欠体力，胃口歹，人拢先倒倒。来，饮这罐三多补体康，这罐抗压的龟乐罐，有富硒氨酸生态，增强体力，够高钙加维生素 D 三，留住骨本，身体好。三多补体康，全营养一罐就满足。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期股双赢一把照。固德投顾就是 good。02-2578-3000 2578-3000。哎，奶酪妹 ，QQ， 红豆哥，香香。QQ， 香香，香香配 QQ， 爱之味奶酪红豆，香 Q much much， 甜蜜的邂逅，爱之味奶酪红豆，爱之味。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期股双赢一把照。
够得投顾就是 good。 02-2578-3000 2578-3000。洗肾时蛋白质会流失，可补充三多奶蛋白或三多奶蛋白加三多低蛋白，营养有精神。投资获利双指标，够得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够得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期股双赢一把照。够得投顾就是 good。 02-2578-3000 2578-3000。在线，逮这补元气补给饮品，光喝乳酸菌不够哦，益生菌快饿死了。三多膳食纤维是益生菌养分，益生菌越多排便就顺畅，别让益生菌饿死，三多膳食纤维。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欢迎回到现场。好，等等，这是昨更正，这礼拜一的浩迪亮灯嘛，对不对？亮灯之后爆大量，这是我们波段的获利哈，396跟316，这是在礼拜一的时候。好，我想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认为这边不是你再去追生技股的时候。可不，你看哦，他在整理了，他今天翻黑嘛，对不对？投票你看哦，如果是就生技股的指标来看，来，这边已经死亡交叉了嘛。你看到前一阵子他这边死亡交叉有没有整理一个多礼拜？有吗？他这边又死亡交叉了嘛，对不对？昨天有红嘛，可是今天呢留上影线黑 K 嘛，那免不了一定要修正嘛。所以投资朋友你看哦，为什么我们后面已经不再建议你去追生技股？即使这个昊鼎礼拜一拉到涨停嘛，我昨天有在节目中试问各位嘛，要不要卖嘛？这是12月1号的昊鼎，我卖掉了，我卖掉了。投票很简单哈，这个报了10000张的量，你认为是警讯，会不会是一个警讯？这边不买，这边不买，这边不买，这边，然后到了快700块，所有人冲进去了。那么好买的时候。啊，是谁？是谁在卖嘛？这成交量一定有买有卖嘛？对啊，没有错啊，有10000张的人在买啊。啊，问题是10000张卖的人他在想什么？300、400、500、600买，你跳入去。小朋友，你看哦，我们在过去哈、哦，昊鼎9月7号哦。这是280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当然你现在就现在来看一定是嘛。可是投资朋友，一个波段要怎么掌握？它涨了105元，我说这边是机会。我们第二次买在哪里？360嘛，9月24号买在360嘛，这边再买嘛，一样买360嘛。然后呢，才有这个昊鼎这样的一个波段嘛。这样的一个波段嘛，可是我一路上为什么爆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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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了2次之后，为什么一直爆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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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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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要卖，因为我看到警讯了嘛。投票你自己去看哦，有一句话你一定要听进去啊。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现在大概十个分析师，大概至少有八个叫你一定要买生技股。投资朋友，我再讲一次，人多的地方真的不要去。有时候一个波段的决定，哦，在第一时间点，九月初跟9月24号已经决定了啦。九月的时候有人在想生技股吗？没有嘛，大概很少，屈指可数。可是当后面生技股大涨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讲生技股。股票市场其实你说简单也很简单，难也难呐、啊。简单就是低买高卖嘛，这大家都会要讲。但是它是一个违反人性，因为阿北 K 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去留意它嘛。可是，在涨上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讲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不买不行了、欸。可是，就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是不是又落入了人家可能逢高卖出、逢高好、哦、去调节的一个陷阱？你改去思考看卖，我卖掉，我绝对不会后悔啦，因为我们已经达成波段的获利了嘛，对不对？这个波段的获利，投资者你看哦，买在下面的绝对超过一倍啦。这操作400的、啊，买在360拍谁？85%。那你看哦，这是今天的号底，它开始也要整理了，好、哦，开始也要整理了。那你去思考看看，同样的爆大量，就如同我跟你讲的大盘。这边爆大量，这边外资在杀的时候，它还可以往上，最后一盘往上拿。那我问各位，是谁接走嘛？外资卖不下去，是谁接走嘛？对不对？啊，这边大家在看好的时候，我问你嘛，你反向思考嘛，是谁也卖了10000张嘛？一定有买有卖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一定要有风险的考量。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哪些股票有风险？哪些股票是还有往上波段的一个机会？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现在跟我们一样，我们也是，对不对？像譬如说，做这一段的全新14%到15%也是很漂亮啊！你不用现在跟着人家急急忙忙再去追这些生技股啊，感谢呢。好，那。生技股的部分，我相信，接下来12月份，好、哦，我认为它要整理，你要买也要等它经过中段时间的整理。那先阶段有哪些股票？投票你要去留意哦。来，这个是柜台指数，昨天创新高嘛，对不对？所以现在的选股策略当然是小优于大的，中小型的个股你可以去做一些琢磨的一个动作。所以为什么我们最近第一个有在做生化价的族群，包含的全新今天创新高嘛？那还有一个族群你可以去留意的哈，我们之前有讲过哈，像譬如说这个叫做智威文创的嘛。对不对？投票你看哦，这是8月31号，8月31号，看美国、看中国、看这个生技是不是讲，是摆在我的一个这个选择的方向的第一个，在政策的方向。可是2个月过去了，生技股已经涨了一大波，那你接下来要注意这个是文创。那文创当然这是股王嘛，对不对？股王嘛。那突破之后，它有没有机会？你看哦，这个根本是震荡过后，它又上了。他们你看哦，它如果跟生技股比较起来，它是不是还在底部低档？
风险跟利润的考量你要会看哦。你看到、哦、这个是华研嘛，对不对？今天还创了一个怎样波段新高嘛？这个拉回都是要找机会的，这个拉回都是要找机会的，你听得懂我意思吗？好，那准备有来哦。这个大盘，你来看哦，杀下来嘛，对不对？可是你看今天的预估量有多少？这是有量的哦，这是有量的哦。那有量的情况之下，我说了，你要去辨别，这叫联发科。联发科它一定是一个指标。好，那你去看哦，它有没有破10月30号的低点？没有嘛，对不对？那你看大盘，大盘的10月30号在这边，联发科呢有没有？所以接下来很简单嘛，如果大盘要涨，一定是要看什么？这个嘛。那相形之下，这个电子股是比大盘要强，好、哦，那怎么样选股，好不好？请跟上我们脚步就对了，好不好？那最后就是大家明天操作顺利，我们明天再会。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光喝乳酸菌不够哦，益生菌快饿死了。三多膳食纤维是益生菌养分，益生菌越多排便就顺畅，别让益生菌饿死，三多膳食纤维。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期股双赢一把照，固德投顾就是 good。 02-2578-3000 2578-3000。洗肾时蛋白质会流失，可补充三多奶蛋白或三多奶蛋白加三多低蛋白，营养有精神。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期股双赢一把照，固德投顾就是 good。 02-2578-3000 2578-3000。蓬蓬呼呼啦哦，啊，蓬蓬帮你呼呼呼呼肌肤，啊，蓬蓬帮你呼呼，蓬蓬帮你呼呼呼呼肌肤，肌肤嫩嫩又蓬蓬，蓬蓬呼呼好舒服 ，nice 蓬蓬，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